以上呢就是我对这个项目的全部规划了，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？不是小唐，你现在好歹是个部长，这个方案你怎么拿出手的呀？啊，不是翔总，这个方案如果说有什么问题，我可以改。你改，你现在的水平你怎么去改呀？哎，我发现你今天是脑子进水了吗？需要维修吗？要不然我给你转5块钱，你去维修一下吧。翔总，说话有点过分啊。不是小唐这猪脑子。王翔，我说你说话有点过分。不是这。你觉得从你一开始接近我什么目的？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辞退小涛，调动小涛的工作职位，让在董事会上宣布我们在一起。还有，翔总，你和杜总什么关系？不用我说了吧？不是，你怎么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一开始就想参加我的公司？我告诉你，想都别想，你注入公司的资金，我会让财务原封不动的退还给你。拿着你的臭钱，离开我公司。接下来我宣布，小涛以后就是我们公司的总经理。这个，恭喜啊，于总！啊，恭喜于总！行，感谢感谢感谢。好，大家请坐。借助这个机会呢，再次给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，我们公司呢以后正式和锦越集团达成了合作关系，以后这个项目呢交给小涛来负责。好，没问题。好，那就祝我们公司越来越好。小涛，你记住啊，实力决定一切，咱们走着瞧。